哎，小猫咪、啊，哎，对，这、啊、什么？阿咪老师，二七二，害羞在这个，有点变态，害羞。我要确实压住，压住，不会太大力，不会，不会，好，再一次，你屁股不要动，不是，点点点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的身体已经快骑上去了。好温蒂好，这个温蒂很可爱，嗯，哦，他也有明星脸哦，因为他像很多人，他像那个小韩鱼，还有小韩鱼的外号，还有小王祖贤，还有小邵雨薇，哦，像三小就是三个小艺，什么哎，然后重点是得罪三个人，他的重点是，你看哦，他的名字是温蒂，温蒂是有一个汉堡。是是，就叫温蒂汉堡。对啊，所以选它绝对让你吃到饱。哦，而且它是有机的汉堡。哦，有机，因为我现在要健康嘛，所以你三维是有34G，有机的汉堡，有机的温蒂汉堡。哦，是的，对，那它应该是大韩鱼吧？就怎么就觉得坐在这里会折寿？两位，请问一下，要点什么茶水吗？我们本来是坐很开，现在都夹起来。对啊，太夸张了。要思考，不要思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带来的才艺表演呢，就是美胸教学。这个就是男生看得开心，然后女生学的也放心。哦，对，好。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呢，就先坐着，然后呢，简单的放松一下，所以我先脱个外套。哎呀，哎呀，感受啊，感受。先放松，我们就这样子往后，然后这样子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哦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牵手观音，牵手，对，这样子，哦，交叉啊，往上深呼吸，你会发现你的胸部在往上提。老师没有，渐渐的会越来越明显，直接就没有，对。好，然后就下来，然后第三个呢是一个猫咪的动作。首先呢，与肩同宽，这样子，哇哇，没没没，拱起来，哎，小猫咪，哎，这什么？阿咪老师，二七二，害羞的这个 man， 角度好害羞，害羞哎，这是角度，这是什么 man？ 好想拿出。还有最后两个是双人的动作，要麻烦。请一下我们立冬帮我。哎，你太立冬了，你在那边讲。哎哎哎哎哎！我们这里也有点点呢，来来来来来。好，是汉典哥。哎，可以啦。哎，点点点，可以哦。去啦，汉典哥耳朵好红啊。要压，哎，压好压。眼神，眼神。哎，你要看人家，汉典哥，你会压错地方。先不要压我的头，哎，对对对，有有在动的在动，然后呢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然后呢，好，然后手这样子往前出力，压住压住，我要确实压好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流手汗，没关系，然后就这样子来，好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现在脸有点变态，就会很发力，我要确实压住，压住，不会太大力，不会不会，好，再一次，你屁股不要动，不是。点点，这样就可以。你的身体已经快骑上去了。压住，你就压住，你手压住。我要确实压好，因为它的力量蛮大的，有没有？哇，我要笑死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呢，就是会让男生比较舒服。我们来喽，来喽，我们来喽。快点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搁浅的海豚哦，还有谁？搁浅的海豚，预备。哦，拉贝，拉贝啊。哦。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一下，再准备一次，快点表情，好像从后面被拉起来的草泥马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表情管理，草泥马来了，草泥马来了，没有看到那么开心过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客人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来请离席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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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呢，谢谢，非常好非常好，对，所以。如果大家学了这一个呢，就是男生开心可以帮女朋友，然后女生呢就是小胸变大胸，大胸变坚挺胸。哎呦，所以露露姐就不用再喝刚刚那个平胸的滋味了。希望可以跟你一样。好的，谢谢温蒂，谢谢。
看一下腋下，因为有时候伤口藏在腋下。对，对，他腋下真的都很完美。哇，赞哇！哎哇，温迪，赞哇！温迪，大家好，我是温迪，我身高165公分，48公斤，我是天秤座。你的三围是？我的三围是34-25，然后36。你这个胸型就是张立东最爱的。张立东面对他。他是 G 耶，你看一下他的胸肌 ，G D G 大 G G D 哦，哇，这个谁推我？我自己都有点害羞，好神奇哦，因为他的其他部分都是细的，然后对，我就是因为这样常常被人家说到，就是手臂瘦瘦的，然后就是骨这边也都没有肉，可是就是胸部为什么那么大？那请问一下，他们都认为说你的胸部是加工的吗？对啊，有一些会觉得是加工的。然后就会想说可以摸吗？我觉得你是假的。我们一般看女生啊，会不会是真的或者对？怎么看？我们看图片比较看不出来，一定要触感。对，还是要触感。加油！加油！不是触感，加油！那你拿来温蒂把他外套拿掉吗？哦，老师专业，往后退掉。是啊，哇，衣服往后退。因为我们要看一下那个腋下，看一下腋下。因为有时候伤口藏在腋下，对，对，他腋下真的都很完美。哦，一般开刀的话，伤口会腋下。对，所以你上次来上国关的时候，还被网友说什么？哎，你是假奶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上次就是有抱胸围嘛，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就有留言，就在那边说，说什么？就是我的奶是假的，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怎么可能有？他跟你很熟吗？他知道你奶假的？对啊。然后还有说什么？就是怎么可能有到？有到我这个罩杯，顶多只有 D 这样。哦，说你谎装大，对，装大，装大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些观众真的不要再逼我了，我真的不想去出手，他不要出手。有留言，不想让你们看他的留言，讲太可恶。那温蒂的胸应该是假的，选我正解。嗯，再来是温蒂的 F 是 fake， 是 fake。不过我不介意帮他触诊。轮得到你触诊，然后32F 胡烂自尊，对，不可能有30F， 最多 D， 不是你，你是法医，你会知道 ，OK， 那这些留言会造成你内心的伤害。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我，因为我会觉得说，就是因为我的个性，其实平常我穿都会穿好好的，我平常连勾都不太露。哎，怎么这样？你是不是从小时候发育比较好就对刻意会隐藏吧？对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发育好，然后我高中的同学啊，就是男生同学很喜欢在我跑步或者是跳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会看，然后看又笑，然后或者是会叫我什么乳牛啊什么之类的。你应该就是放平常心，反正你就是多分享嘛，你分享久了，大家看习惯了，也会对你产生很多的习惯性，所以就不会再对你有特另眼看。对，老师讲的，你反而掩饰，反而人家越好，对，越好奇，对，越觉得想要若隐若现，有的骂你的。反而是羡慕你讲话，看他眼睛这样，你眼神太明显了，对，哪有这么明显的？我真的有点没办法克制我自己，太突出了。但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有一个不好的经验，对哦，就是我在高中时期。我有一次要去我朋友家的路上，然后我就走，然后就迎面而来一个那个机车骑士，直接对我袭胸，很痛哎，摩托车骑过来大力，他怎么？他就是，我是这样走过去，然后他这样骑过来嘛，然后他就很瞬间这样很大力抓一下，他就骑走。会不会他只是想跟你 give me five， 然后不给？六九，好像很恶劣。对，因为我当下整个傻眼了，应该吓到了。对，我想说这是袭胸吗？对啊，他居然讲这是袭胸吗？这是，因为太突然了，就是很错愕。那是，那你有没有运动？运动我会健身哦。
像我的胸部，其实我自己就很在意，就是胸部大的话会下垂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女生最怕垂头丧气，对，男生也是啊，对对 对，没错。然后我就会练我的上胸，就是让它维持一个挺。是会冲吗？还是按摩？没有，我会练那个健身，你没拿水便冲，你在健身房做什么啦？用冲的健身，冲起来。所以你会常常做上胸？对，我会做上胸，然后我回家的确也会像那个立冬哥说的，就是我会冲温热水冲，然后再用精油按摩。所以你那个冲有用？没有的，热水冲。那你怎么那么了解？是用冷水浇熄它，浇熄它，冷静冷静，消下去。OK， 你对男生管制你穿着，你是什么样心情？其实我还好，因为他也知道我自己比较保守，所以他知道我不会穿太暴露。可是对，但是因为我的衣服假设是圆领，我穿上去会被撑，所以就会变成低领。然后对，然后像是穿衬衫，就是很容易中间的扣子爆掉。哇，这是才艺表演哇，这还好使。所以他在乎，他担心的是这件事，因为他担心赔钱呢，因为他一直补纽扣，还纽扣射人家眼睛嘛。对啊，像他刚一直看你。